所以是在法规命令的阶段，对于立法院的法律案，这个是不受到GRP专章的规范。所以是在英文讲叫 regulation， 是不是 law？ 对，不是law。因为这个法规，就有时候会搞混的。我们的法规搞混，中文叫法规，法律嘛，规定。其实在英文的意思是讲 regulation， 这一点我想，我只是要澄清一下，所以我说问他一定不会答，他都很清楚。 只是我不清楚而已。刚刚秘书长特别提到行政规则，行政规则在台湾的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定义，它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的一个事项。这个部分也不受 GRP 专章的规范，只有对外会对人民的权利义务发生规制的效果的这个命令。还是不让我讲？因为你答得很清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各位，我们在场的各位业界有没有想到问题，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请教？ 哦，大家还是在思考中，是吧？那我可不可以再问第二题呢？哦、我们是没有套好，不过我想有一点不太清楚，想要问这个刘副组长啊、哦，因为你这个通关的部分呢，其实讲得很清楚，有一点我不太懂，就是说通关一审啊，一审，我们现在我去参观过台北关了，一审现在早就有了，我们进口商对进口的产品项目啊，哦。 本来就是不清楚的时候可以先预审嘛，这样免得扣税扣错了哈等等的，或者我可以了解我准备要付多少税金带着现金去嘛哈。可是你讲到这个出口商啊，我是不太懂出口商我们为什么要预审呢？我们出口没有很多没有税啊，为什么要预审呢？我不太清楚。我想出口商这一块哈，因为我们讲的是中美，所以如果我国大家都有太好了，太多只麦克风了。 那个出口商部分，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权利？是因为我们现在中美的一个贸易，我希望你这个货从台湾出到美国很顺利，从美国到台湾也很顺利。所以我台湾的出口商想要进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我可以到美国去申请，我也可以在台湾这边哦，就请我们的海关先帮我看看我这个货到底是归哪个税责，那我就可以到美国那边税是要课多少。 或者他哪些的一个法律规章是这个货不能进去的，或是有哪些其他特殊要求，这个都可以事先来知道这样。哦，这个我了解，因为过去我们出口税则一审的时候，就是进口商行使的权利比较多，那我已经跟海关说，哎，我这个进来要靠把这个税哦，那税号是多少？那我申报的跟你同意的是不是一样？哦，这个是我有。那所以我们未来我们出口商出口到美国，我们申报的税则，我们也要到美国的海关他会。